你这卑鄙小人，竟然叫你无情无义，欺负一个弱女子！我就猜你哦，一世人拢无人爱，厝埕做老处男，孤单一世人，换了无人睬你，世人无人甲你待。阮太子啊，一世人上怨恨的，都是叫人欺骗，竟然甲我欺骗遐个人哦，拢已经互我种伫山顶，即嘛拢变神木啊！看来我真正是红颜薄命。 我楼下处理一下，你乖乖在车顶等我啊！哎，我赢了啦！喂，哎，哎，家里给我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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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你醉了啦？不是醉了啦，是我咧哭啦。哎，我拢还袂死，你哭到安尼，你想要紧无？因为我感动啊！今仔日你替我挡一刀，我才发现，原来你已经爱我爱到愿意为着我去死。原来你接近我，不是为着要做卧底。 是要做我的守护女神。不是安尼，哎呦，是你误会我，而且是真严重的误会。我才无要替你去死嘞，那都是拄好去擦着我，啊，唔加在我命。你不用解释啊，我完全了解。你只是嘴唔愿意承认，也唔过你的身体却真老实。这句话不是安尼用的，好不好？ 真正，不管安怎，你即马已经是太子妃啊，任何的查某拢无可能代替你伫我心目中的地位。我记错啦，我才不会做什么太子妃。你敢知影？你遐万寿人斗斗做伙当开一间动物园啊？甲你做伙啊，未说大家拢去罗马竞技场决斗同款。 是不是当话你出来拢唔知影？阮爸绝对无可能答应。那呢，我都。就安怎？要放回小我全家是无？唔是，我都手卡洗手。手卡洗手？无唔对。较等下，我就会破脸书、敲电话，然后伫黑道群组内底公开宣布。 本太主爷为着心爱的查某，我准备退出江湖。查理，我拜托你了，我真正无招啊，你帮我说好不好？唔好，一个用性命真心在爱我的查某，我哪有可能放手？哈、啊，你根本就不是一个正常人啊！